喂，伊森，在打什么？伊森，嗨！伊森打电动的时候，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，看着。如果是用玩家的话说，比较可能引起伊森的注意。看好了，别被打爆了！你狂打怪的这个是什么游戏？是喷火兔兔，我熬夜打了一整晚，超好玩的。喷火兔兔是挺酷的，可是我绝对不会整天沉迷在打电动里。我自制力很强。耶，呼呼，就是爱打电动。球球，你该不会一边打电动一边写功课吧？你已经打了一整天了，难道还没有打够吗？啊，嘿，老公，球球打电动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打到嘴巴开开变成斗鸡。你在说话吗，老婆？把这个收起来，不要再让球球玩了。哇，这是什么东东啊？哦，找到你了，我的喷火兔兔。哦，赞，打爆僵尸的头。下一关下载中。好，老爸，换我了。啊，不行，为了你好才不给你玩。你看看他迷的嘞，没关系，我马上就能把电动抢回来。已经过两天了，只有他自己烧死僵尸，我竟然连玩一下都不行。嘿爸，我晚上可不可以十点再回家啊？拜托。好，女儿，几点都行。真的？那么给我500块好不好？球球，谢谢你让爸打电动，太赞了。哦，我不能玩已经够惨了，这下居然便宜到一连，看样子没别的办法，我只有牺牲小我了。哎，爸，我可以看你的宝贝收藏吗？啊，真的？你想看我收藏的蔬菜，那些长得超有型，很像电影明星的蔬菜吗？你看，只要在灯光下瞧对角度，这个有一点像阿汤哥，现在用斗鸡眼歪着头，这个地瓜有点像眼镜钢狼的那个，再找另外一个，这种折磨就是绝招一。看看在哪里，嗜好当然会收集超无聊的东西，要是孩子对他们的收藏有兴趣就会狂聊。还有这块姜，如果你放感情去看它的话，你会觉得它长得很像球粒。希望爸不会想到要打我的电动。球球，快过来，来玩我。儿子，跟你聊过之后，我突然觉得我太蠢了，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些可笑的嗜好上。真高兴我们可以出来聊聊，爸。可是都已经三天了，你都拼命在打电动了。你干什么？第二招，跟爸讲道理。所以爸，你不觉得不停地打电动可能危害到你的安全吗？老爸，你不是常常说安全第一？谢了，可是我是大人。容易分心的人在马路上受伤的机会比平常人多52%。这是处变不惊，儿子，处变不惊。天哪，不能再让爸打我的电动了。你们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在我爸害死自己之前，要把那台电动拿走才行。是啦，你是要拿回来自己玩吧？是没错啦。要说大人有最在意的事，那就是责任。我只要提醒他一下就可以了。爸，
我今天11点才会回来哦，你再给我600块吧。什么？付账单、修屋顶、汽车还要换机油。你搞什么鬼啊？我要阻止爸打电动啊，让他回去做爸该做的事情。我警告你，不要破坏我的好事。对了，爸，还有，不要让皮皮在花园挖土吃。嗯，是要处理一下。爸，你等等，你放心，继续玩吧，那种事交给我就行了。对了，爸，院子的草长长咯。妈早就说院子的草该除咯。在妈下班之前，你最好赶快做。哦，她几点回来？爸开始除草，就会忘记打电动了。他不能一心二用。这里没除到吧？天哪！不管怎样，我爸就是不肯放下那台电动。你有妙招吗？球球，你爸上瘾了，除非破关，不然他不会放的。没错，想让我爸把电动放下，就是帮他打到破关。怎么做？医生，不可能。我打得太入迷，结果被我妈没收。我4天11小时又19分没打了。你们看，我的手还会自己动嘞。天哪，我看到我爸打到很酷的关哦，场景有沙丘，还有外太空咖啡馆。哦，我也有听说过。还有一关是坐云霄飞车，在流星雨里冲锋陷阵。不会吧？还有超酷的新武器，柠檬汁手榴弹、baby 弹弓。半自动五彩糖果大炮，虽然在现实世界里这种武器的操作是很困难的，因为糖只要受热。还有700型毁容镭射枪。哦，同学太残忍了，我形容不下去。我要打，别跟我爸妈说。我把菠菜吃光光。乖孩子啊，球球。我是皮皮。爸，晚上车可以借我吧？好啊。电动玩具真是我们家碰过最赞的东西了。开始行动，伊森，你先等着。酷哎，加油，爸！你想干嘛？你干嘛跟爸说话？不要吵他，让他玩啦。哎，爸，别忘了，妈叫你清排水管。爸，你继续玩，不用担心，我去帮你清。嗨，球球爸，你的电动速度好像变慢了。没啊，没变慢啊。明明就变慢了，我看到你的荧幕明显变得比较暗，还有你的兔兔好像也跑不动。我建议你让它冷却3个小时，不然它快挂掉。不行了，我打得正顺，我现在是升级版超级兔，喷火能力增强到了3倍。哇，所以我不能停啊。怎么办？现在只能等。3、2、1，救命啊！我的脚卡在烟囱里了。依莲在等你去救她，爸。去找你妈。她在公司。哎，好吧，我去救依莲，让机器休息15分钟吧。你有15分钟可以过关。没办法，那么快了，她才到41关，总共有75关呢。你一定行的，你最强哎。好吧，没错。哇！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个喷烟囱？我的鞋脏了，爸，你背我下去。爸，你要看路啦！好哎，皮皮怎么真是老大了？惨了，你爸回来了，帮我拖时间。要我帮忙背依莲吗？我来好了。再一下就行了，按暂停。你把电动还他。机器冷却了没啊？啊呜！开始吧。哦，打完了，闯关成功。嘿，球球，有事吗？我在想，我打算1天只打1个小时，
不管这个电动有多酷。好点子，儿子。我要出门了，我半夜回来哦。什么？你少做梦了，你拿我车钥匙要干嘛？你坏了我的好事。说真的，干嘛还玩？伊森都破关了，超酷的，你不打真是太好了。别当宅男了，我们去外面玩。赞了。可是我们去外面玩什么？不然就去玩喷火兔兔二吧。帅呀、啊！看神仙刀，太赞了。完美计划造就完美结局。